弟弟被困在一个封闭里，生活拉杂，我的恐惧，我的预感，我全部都告诉你了，我真的会被你害死。看着一个人活得连畜生都不如。小明不能够在包子手上，你能不能帮我想办法把小明接到上海来？你的意思是让我去和包一凡抢？我才是你男朋友，没有必要麻烦老谭了。我是不想亏欠你太多。你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。这是哪？林正宇，我要娶你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《欢乐颂2》。